蛮远的吧？我机场海岸，没希望了。这两分半、啊，他开这种车一定没有机会啊！开跑车才比较有机会。前面还可以啊。Mini Cooper， Mini Cooper， 有机会吗？定位一下。你那真的只能靠他了。没机会，没机会，绝对没机会。我要帮他用成那个特殊视角。你们看，哇、哦，我连跑这个地图都要跑好久。对啊，他开到哪里哦？他现在开到高速公路了。这里是怎样？怎样？这个显示，我的显示怎么怪怪的？难免都会这样。这时候就来泡个咖啡一下之类的。我应该去拿个东西来吃，对不对？对啊，我觉得拿个东西来吃。我觉得任务应该是失败了啦。任务失败，我换一个任务了。我现在看新闻，而且我的那个画面好有点怪，轮胎不会跑，飞天了，飞天了！哇，我的天哪！为什么？因为它是哈利波特的车。为啥车飞天？没有空中？我看没有啊，我看没有啊，我看没有，我看正常哎、欸。对啊，累个吧？应该是累个啦。对啊。那你看，飞天，飞天！哇，超帅的！剩下一分钟了，他到哪里了？他还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机会？没有。先确认一下，搞不好有机会啊。有啦，还有一点点希望，好不好？我看看，有希望哦，有希望哦。有希望吗？到了，有一点希望哦。他已经到沙漠了，到监狱了，到监狱了。哦，有机会，有机会哦。有关而已哦。哎呦，有机会哦。有，剩几秒。哎、欸，等一下，我的显示越来越奇怪。半分钟了，剩三十秒、啊，越来越奇怪了。有，他不要出事就好。哎、欸，他在干什么？他翻车了。完了，出事。没希望了。剩几秒？剩二十秒。有，还就有，看飞机了。剩十七秒，十五，十四，我的画面实在太烂了。飞天车，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死在终点前，死了，失败的，哎呦，差一点点，来5900啊，你还玩这个任务吗？当然不要啊，换一个任务了，赶快，你看看是不是没有车神绝对不行？你看我这任务死三次、欸，哎。多么厉害啊！碎神，杀敌数20，要玩什么任务？其他任务啦，轨道伴我行啊，要吧？没那个，你要选那个啦。哪个？玩任务嘞？这个是比，这都是比赛的啊。对啊，来玩那个啊，轨道伴我行啊。可是这个玩过了、欸。是哦，那那个远离尘嚣嘞？远离尘嚣，开喜欢赛车哦、啊。对啊，我就沒想要赛车哎、欸。来啊，赛一下啊！哦，随便啊，你想要我们就来啊！嗯、来妹，晒晒下妹。我开的技术，开技术还不错啊，还 OK 啦，就至少可以干到很多人。点对点，要开什么车？越野车？要怎么开越野车？都可以的。你要玩 GTA 的还是玩一般的？一般就好了。一般的就好。啊，要请他观众吗？随便了。要吗？我已经觉得我反正未完赛了，有差吗？就直接开始吧，我反正我都未完赛了。为什么那么悲观呢？嗯，每一次都这样。为什么那么悲观呢？赛了好不好？凡事都有机会的嘛。赶快结束这个，你想玩我们就玩啊！我们赶快结束。好。我们现在很悲观，有没有悲情的？太悲情了。打悲情牌就对了。对。有人说第一次看到这种终极路痴。路痴的春天嘛，你们不要这样笑他。虽然他就是模仿，想模仿卓别林啊，这很明显是模仿卓别林啊。我觉得一开始拿到包裹的时候，就马上开车走就一定来。对啊，就还有机会。你知道玩这个的诀窍是什么吗？就是不要选摩托车，然后不要选什么大脚车，选那比较好一点的、欸。解放者，你看我现在是龟速驾驶。好啦，我已经选好了。什么专业赛车手哦 ？QK 还无照驾驶？你们选好了吗？无照驾驶总是很强的。你们打手枪干嘛、
哦，不是啊，不，哎、欸，上无执照 ，QK 在打手枪哦。对啊，还打手枪。哎呀，开始啊！还没好吗？准备完毕啊！好了吗？怎么有人离开了？来啦来啦！喂，哦，大脚车，这个根本就是作弊嘛！所以我才不喜欢跟老皮玩赛车没？哦 ，AP 要追到你们呢、欸！好了好了 ，Hello little friend。去，哎、欸、，QK 干嘛打在我前面呢、啊、？Hello little friend。要抢我？我只要完赛就好了，好不好？愿望多渺小啊！Hello little friend。等一下，我还没过弯，你们不要急嘛。赶快跑啊！你赶快去跑啊！我觉得我车速好慢哦，怎么会这样？超级慢啊！走、嗯，好爽啊！后面有人追很快啊！是谁？是秋风。你车速，哎！耶！你车速比我快，那边讲。哎、欸，你改装大脚车还敢说？我以为我们应该要用一样的车的，机车。怎么你又去碾 QK 了 ？QK 被我碾啊！位置第四，第一名呢、欸？我要保持一下第一，我难得第一名，要好好保持一下。我觉得观众压力现在应该很大吧？观众压力超大。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站在后面，整个贴着他，超级大压力。哎、欸，怎么可以超越我啊？哎呦！这太烂了啦！这种烂，这什么烂车？烂哎，来、欸、撞我！这很过分呢、欸。是 OK 的、啊，最后一名的啦。哎呦，哦呦，不公平！哎、欸，翻车！不公平啦、啊！不要翻，不要翻！什么大鸟烂车嘛？生气了啦！哦，还有多远呐、啊？哎、欸。要开多远？还蛮远的哦，所以你要保持速度啊。等一下是不是要开上面？要保持速度哦，我已经快要放弃了。不会啊，你现在还不是第一名？我领先个大半场，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现在开的战战兢兢的，跟我平常开车感觉不一样。可以，这样还有那种刺激的感觉啊！你不觉得你肾上腺素在燃烧了吗？有，我要到终点了。我们终于有一场了，我可以把这那个重播个几百次吗？我要未完赛了，烂车，笨蛋，这很烂呢、欸。啊，我可以重播个几百次吗？算了啦。呀、我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什么东西？第一名嘛。哎、欸，为什么会有世界纪录这种东西？那个是你很厉害啊，还世界纪录哎，是不是？没什么啊，挖个比康，嗯，你赛车也是很强的啊，你为什么这样妄自菲薄？这个是新的地图是不是？应该是新的地图吧，不然怎么可能世界纪录？哎，神经病哦、喔！不喜欢，不喜欢 ，QK 也不喜欢，超喜欢，超喜欢，超什么？超喜欢？哪一个？这个交叉路口没玩过，要玩看吗？交叉路口竞速啊！赛车哦，来啊来啊！还是想玩血腥婚礼也可以，可是血腥婚礼好像是 PK 的啊，就组队对 P 哦。对啊，来玩那个啊，交叉竞速好了。哦，我本来想说想去玩搬运工的，抢夺的也可以啊。那人要更多啦，人要多一点。我那个刚刚那一场要重复放个几百遍这样子。你终于有精华可以剪了，这么多场终于有一场。然后还要世界纪录要剪出来哦。恭喜你啊！只有两秒钟的世界纪录，很快就被人家超越了。好了。From East Los to the beach, all the way up Blaine County, we're the home of the hottest, the freshest, the newest, and the best jams on the planet. We're the one-stop shop, original hip-hop, straight from the streets. Stay safe out there. 八个玩家是不是？对啊。QK 还在加入。
加入了，有了有了，加入了七个了，好了吗？要开始啊！工作车辆，看一下有神车啊！工作车是什么？工作车是很大台的那一种吗？对啊，就是好玩，你不觉得吗？哦，这样还刺激啊！骑里拖车、费甲欧、农耕机、高尔夫球车、割草机，异种格斗赛有看过？什么叫异种格斗？你知道吗？我还在启动在举，等一下，你讲的我都听不到。不会啊，嗯，好，好啊，来个高尔夫球车，我看一下哦，行李拖车，哦，农耕机好像不错哎，哎，我怎么进来只剩下两秒可以选呢？农耕机很帅哎，好了，农耕机，农耕机，速克达，可不可以跟我学我？怎么大家开的都不一样哦？我高尔夫球球童哎。好啦，农耕还没速克达，这种赛车怎么跑啦？好烂，这是什么烂车？超慢的，超慢的啦，超慢的，来就不敢，我觉得我觉得你过不了，哎呦，哦，我点翻车了，哎，我要飞过去都有问题，哎，我翻车了。这什么烂车啦，这种车真的可以玩吗？可以啦，载具受损，按三角形啊，重生啊，我飞不过去欸，欸，我被速克达超车啦，我飞不过去欸，为什么？我那个因为速度太慢了，我只能绕旁边了啦。这种飞欸，别撞我啊，绕旁边，你撞我干嘛啊？撞一下不行啊，不行啊，我落后了啦，我现在还领先一个人啊，农耕机啊，超慢的，连飞都飞不过去的车欸，农耕机很 nice， 你对农耕机有什么意见啊？飞不过去啊，好雷哦，好雷哦，欸，我一进到场子里面只有两秒钟可以选车，这实在太可怜了，现在你读太慢了啦，对啊，这个完全过不去啊，我完全飞不过去，有没有？实在太好笑了，那就不要飞啊，可以，我卡住了啦，又卡住了，我都已经放弃治疗了，对不对？烂了，烂透了。哦，谁呀，啊？就是开这种车就很像那个看那什么天兵公园，有没有 ？Rappy， 耶耶，耶哟。他，啊，不是那个吗？我觉得一开始选车就决定你这一场会不会赢。车子决定一切啊！对啊，车的速度决定于心的距离啊！烂东西，啊。好，我已经开始慢慢掌握这台车的那个性能了。这一台车可以完美过弯啊！完了。哎呦，哎呦，高尔夫球车这么快哦！要转弯了，完美过弯有没有？哦，秋风难得完美过弯了。完了完了完了，要输了，跑几圈？两圈嘛。哦，你设定几圈？两圈。秒哥 Rabbit Mordecai， 哇，哦，那这个过不去啊，超难啊，嗯，第二圈，我这样还可以赢一个人呢，欸，我不晓得另外一个人在干什么，你知道另外一个人开什么弄什么车吗？他还对我比中指，他开那个什么拖耕机吧，超烂的，我是农耕机啊，啊，他开的车子比你更烂啊。有比我更烂的车？有比你更烂的车？真的假的？就是那个拖那个犁的东西的那个车子啊。我的就是这样子啊。开的比你小台啊。是哦。对啊。这好难飞哦，超难飞的。我根本就完全没有要飞啊。开什么怪？要比中指？真的很烦哎，欸！滚啊，滚开啊！中指哥，不要在那边挡路。有要飞的都要从旁边经过。哎，欸，等一下，这里没有路。超可怜。他说他是那个割草机。